Hello， 我们是来自庞云选跑酷团队的，我叫阿公，然后我训练跑酷年龄已经七年了。我是小燕，然后我训练跑酷已经五年了。最简单的话，我们从跳跃来说，就是 position， 就是一个精准跳跃。然后跨越的话，比方说简单的话就是 speed、lazy， 还有控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上墙的技巧，算 wall run 啊，或是 detail 啊。再更难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前空翻啊、front flip 啊，或是 side flip， 就是这样。挫伤啊，不然就是脚啊，落地一个不正确就扭伤啊，椎间盘突出啊。Round one。Round two。我们跑酷，还想看什么更酷的？快到下方留言吧！喜欢请订阅 Google Play 频道，订阅后按下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片哦。